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无级别之夜老王梧桐合体。本月的无级别之夜活动，主播老王和梧桐合体一起开启了视频，联手给大家鉴定了一波。二，130棒子爆到了600伤害，一把130的棒子初始伤害居然爆到了600点，确实是非常罕见。不过仔细想一想，好像也并没什么用，只能作为收藏品和任务武器吧。三，109号领千亿兽爵。梦幻西游玩家刷经验的能力一直都是远超策划们的预期，近日一个109号刷到了千亿经验，最终领到了一本高级连击，相信在用不了多久就会有89号甚至是69号领取千亿兽爵了。四，新出140无级别爪刺。雄鹰领服务器新出一把140的无级别爪刺，出伤达到541点，耐磨双加了55点，这把爪刺对于 X9 的法系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五，新出80级超级简易戒指。龙争虎斗服务器新出一个80级超级简易戒指，主属性防御，下排一速度双封印，这个戒指对于69级的风系老板来说还是非常给力的。